请选择各自的伙伴。我选择美人鱼、小野和白雪。我选择卤蛋、小女巫还有小小鱼。比赛开始，我拉我拉。现在双方达成平局，我快坚持不住了，不行，得想想别的办法。小女巫，你是不是又拿我的药水了？啊，我没有。哎呀，美人鱼，你竟然骗我，竟然冒充我妈妈的声音。哼，你听不出来，这可不怪我。美人鱼、小野和白雪，继续加油，我们就要赢了，一定不能让他们获胜。看我的神奇魔法，我拉。哈哈，海莉，你们是打不过我们的。小精灵，这不公平，他们偷偷使用魔法，这是作弊。使用魔法怎么作弊了？有本事你们也用啊。美人鱼模仿小女巫的妈妈说话，害她松手，这也是作弊。卤蛋说的有道理，美人鱼和小小鱼淘汰。啊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比赛继续。喵喵喵，榴莲真好吃，好臭呀，我一定要坚持住。还不行，我要吃臭豆腐，还有鲱鱼罐头。哎呀，我受不了了。白雪，你回来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还怎么比呀？小野，我来帮你。队长不能参加比赛。什么？怎么能这样？凯莉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能打败他们。看来得想想别的办法了。卤蛋，小女巫，听我指挥，一二三，拉。就是现在。小野，你，我怎么了？这次我可没作弊。小野，你真棒。我宣布，这次拔河比赛，凯莉队获胜。我不服，小野就是故意松手的。我们要求重新比赛。我不同意。这小朋友们，你们说应该让他们重新比赛吗？